你觉得你像跟天地很近的人举手。为什么举手这样子呢？你觉得像跟天地很近的人举手。我每个礼拜在讲的东西，你如果每个礼拜在听到我讲，那个代表很重要，你知道吧？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怎么那么烦，上礼拜讲完，这礼拜又讲，那是因为我还有大部分人没有达到水平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达到那个水平，我们要上下一课，知道吧？免得说我们那么没水准，老是上这种是不是那么白话的，是吧？听好，天地间要去转变事实的速度，不是用秒算哦，用不知道是多少分之一秒算哦。如果你等他跟你的辉映，一等等了三天、三年、三十年，那不是天地有问题哦，那是我们自己有问题。你要有这个共识啊。所以你敲他的门，敲了半天，他不理你，那是代表你敲的不对，角度不对，敲的不漂亮，对不对？敲的漂亮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 Catherine 现在敲的漂亮一点，马上就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个 Catherine 也是啊，想赢怕输带着急。Catherine 你说是不是嘛？前面是不是想赢怕输带着急？又想在你这里面赢到一些东西，又怕等下错了输掉了，所以着急了半天。位置不对，他怎么会理你呢？他才不会理你，对不对？后来也不知道哪一天他突然开窍了，就救他自己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看别的，他刚刚讲的那个事情，那个事情可大可小吧，是不是？人世间的病，要么就好像病入膏肓了，是不是？要么那可能就是一笑置之，就走了，病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啊？能不能让他那个讲讲你做心法的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很细的点呢？因为像你那个问题哈，对，很多人有他不相信，我觉得哈今天。他讲这个就说对我们很重要，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做或者讲给有问题的人啊，我们应该知道他当时做心法是怎么个细节，就是那个我跟你讲细节啊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步骤一二三里面的细节，但是重心是什么？真与诚。你细节弄得再到位，没有真与诚白搞，你那负能量在旁边看，弄完了演完了，不准，白搞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个 Leader 他，我女儿她因为要来上老师这个课，她就本来是下午三点到十点，她就改到八点。嗯哼。可是她好不容易来了，她牙齿肿了。嗯。老师，你说这是不是负能量？她肿到已经痛到她半边都是，好不容易筹划这个礼拜来听老师的课，就她哪时候不牙疼痛？他半路上就让他牙痛了，现在牙痛啊，现在他痛到已经左半边都麻了。老师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，那是老师的罪过吗？不是老师他经常牙痛吗？他本来就有看医生啊，我要去看医生。好，哪里痛？啊，天气热上火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原来口腔就有，可是刚好在今天，他筹备了好久听老师。有时候啊，也不要对号入座嘛，来就来了，对吧？痛的里面听起来又更别有滋味，对不对啊、哦？